所有馬來西亞嘅朋友，你哋好啊！我係魏婉紅。咁其實紅姐咧之前喺訪問度都有講過，之後咧都會盡量少拍動作片，咁多啲咧就拍翻一啲比較情感上邊嘅戲噶啦，係咪咁先？是啊，因為想拍動作片的，但是身體的健康狀況和年紀問題就不再適合拍動作片了，希望即盡量都在文藝方面去發展啦。跟大馬導演何如肯的合作 Mrs. K 可以說是絕響的喎。是啊，是最後的一套動作片啦。咁其實我哋自己咧都好期待 Mrs. K 喺呢度上映啦。咁而家咧《幸運是我》就入圍咗最佳女主角啦。有冇信心先？雖然有啲行，但係都要問嘅。我對我自己好有信心，但係比賽都要睇下所有嘅評審嘅口味啦。咁上天安排啦嚇。多謝曬紅姐，今次大家光臨。Thank you, thank you very much. 多謝。Thank you.